榴莲准备好了吗？哦，里面差不多，我等一下随时。我说你个人，我个人，我没有准备好的一天，我努力，我没有准备好的一天。这是一个 slogan， 我没有准备好的一天，很像一首歌，蛮屌的，很像一首歌名，很励志。I'm not ready, I'm not ready, yeah。唯一你，唯一应该不会没，唯一应该没什么感觉，不会紧张吧？会吗？我有一点啊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因为这跟自己店里完全不一样。哎，那尾翼到底是法拉利的还是硬皮沙的？大哦，卡蹦的尾翼。卡蹦的可以啊。卡蹦的。有人尬聊。尬聊警报。尬聊警报。哦，白色的。没有没有，他被。出去，海巡署阻止啊！方自由啦，屁啦！方自由啦，屁啦！啊，真的哦、喔，对啊，欸、真的哎、欸，屁啦！真的我啦，啦真的啊，不可能，他小孩在上课哎，他没有带小孩啊，方自由，小孩在，你干嘛紧张？对啊，你干嘛害怕？而且突然到门外了，看一下嘛，这种根本就是尬聊的。好，哎，方文琳哎，方顺子也讲。哎、欸，哇哇哇哇哇！哇，这台厉害！我家一开门，哇，那个小朋友哎、欸，那个他们两，我去开，你问，我去开，是谁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曲哥吗？曲哥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曲哥哎、欸！哇，传说中的餐厅、啊、，My dear brother， 我终于来了，爸妈，我终于来到传说中的餐厅了。不要太，不要太被阻止嗨！欢迎光临，飞人海哦！嗨，大家好 ，Hello！ 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来，所有的小朋友站在前面，跟谁说问好？哎哎，大家好！经理，经理，经理，小啊，小朋友好！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来来来，来这边请！上来，上来 ，Hello！ 好久不见，来给，牵手，牵手。因为这边楼梯比较陡，小心小心，走好，已经说走好了。嗨，小朋友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来量体温好不好？我们要量体温，排好，排队排队，你先。小朋友先来。好，妹妹可以，好，妹妹进去，好，你进去，好，你跟我走。那换你好不好？啊，好乖呀。OK 的，过来哦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哦。谢谢你，好，换你，等一下哦。慢慢来。来的路上我已经半条命没了。来，小朋友进来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好，来来来，姐姐，嗨。哎，等一下，有时间可以拍照吗？有有有有，我好像观光客哦。好好，等一下。观光客，这边这边这桌这桌，怎么坐？这边我们这桌这桌。边。嗨。你应该是鬼鬼姨。我坐这里。鬼姐，鬼鬼姐。今天是陪玩小姐姐，你去坐吧。来，先坐。鬼鬼。啊，我坐这里。谢谢，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？好，要冰吗？对，把我这两瓶酒稍微就放在冷藏就可以。好好好，你要马上瞬间冰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就冷藏。哎，你有带酒是？哎是。哎，我们开我们有开瓶费哦。哦是的，一瓶五万。哎，这个店有点像黑店哈。这个是我们的菜单，然后你去看一下。古青的解药哎。对，然后等一下我帮你们点酒。好，你们先看一下。谢谢。可以喝吗？可以可以。那先来嘛。你们可以先看。你知道我们刚刚来的路上，我们两个妈妈已经半条命都没了。真的？不是，两位妈妈，两位妈妈，这个餐厅还是会在电视上呈现的，所以我们 calm down。Just relax, calm down. OK， 讲英文了。锵锵，这个餐厅锵锵，电视上呈现的锵锵锵 ，calm down。哦，你有这个。那你呢？我没有。旭哥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先前菜吗？没有，先点酒。哦，先点酒啊。哦，我还是红的好了。好。好，那瑞哥呢？我怎么样？我你想要什么酒？我不客气。我说啤酒就好。啤酒。日本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来。你们你手哪里本人？好开心啊！烽火海，烽火海，烽火海，好了，本节目终于来一个比鬼鬼还要吵的了，耶！